所谓的大时代不过就是一个选择，或去或留。大笨蛋。对啊，是笨蛋啊。从现在开始他的事就是我的事，留下来或者跟你走。你想要做到的是一个不用开脸也不用问人家看得起的证明。大哥大哥，功夫一人输，战友才有资格讲话。为什么开枪啊？我们大错一次，不就容忍单枪打死？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谁，只有我们自己能决定自己的样子。只有用心才能做出最好的菜。Thank you。有灯就有人。